自从被魏冉发现后，蓝湛去私会魏婴时更加谨慎了。虽然偷偷摸摸的，但是两人却如蜜里调油。半个月后，蓝湛将那头雄鹿标本抬进了雍宁宫，魏婴欢喜的迎了出来，满脸兴奋的看着这头高大威武的雄鹿。这鹿比马也小不到哪里去，制作的栩栩如生，摆放在红木方台之上。这鹿怎么说也算是他猎到的。 感情不一样，把这个搬到内殿去。魏婴指挥着工人把鹿搬进了内殿，然后遣退了工人，专心的欣赏着。羡羡，喜欢吗？喜欢，多谢摄政王。魏婴对着蓝湛开怀一笑，便回头继续看那头鹿，伸手摸上鹿皮，有那么好看吗？你一直看，那个火狐大肠也做好了，你过来试试。 蓝湛从他带来的箱子里取出一件火狐大氅，那大氅毛色光亮浓密，是难得的珍品。魏婴一挥手说：“先放着，我过会儿再试。”魏婴不太在意那大氅，他有好多大氅。蓝湛却觉得自己被冷落了，心里不满，放下大氅，走过去抱起魏婴，把他放在了鹿背上。那么喜欢你，坐上去骑一下。蓝湛。 不会做坏吗？你快抱我下去！魏婴坐在标本鹿背上，怕弄坏了不敢乱动。哪有这么容易坏？你不是喜欢吗？那就让你和他来个亲密接触。蓝湛坏笑道：“真的不会坏吗？”魏婴的手扶着鹿的脖子，屁股下的皮毛软软的，魏婴的心里怕怕的。蓝湛双手环抱，审视了一番。 道：“你这套衣服还有头上这金冠都太重了，确实容易压坏标本。那你还不快点把我抱下来？你慌什么？把他们拿下来不就行了？”魏婴不解地看着蓝湛，蓝湛笑着伸手把魏婴头上金丝镶红珠的金冠取了下来，魏婴一头如墨的长发散了下来，灵动的在空中飘了两下，落下魏婴的薄背上，蓝湛。 别乱动，小心一会儿这路坏了。蓝湛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魏婴气呼呼的看着蓝湛。我想，蓝湛坏坏的笑了，把手。魏婴吓了一跳，却也不敢乱动。魏婴脸一红，骂道：“臭流氓！我冷，可惜我丹青不好，不然真想把这一幕画下来。”你敢？你敢画，今后就不用来我雍宁宫了。 可是真的很美，你给我闭嘴，快点抱我下去。淡色的纱幔垂下，缠绵过后的魏婴裹着被子，手撑着自己的脑袋，侧身躺着，另一只洁白如玉的手臂伸去撸猫，白皙修长的手指缓缓地一下一下地抚摸着白色的绒毛。蓝湛坐在床里面，看着魏婴雪白圆润的肩头，侧卧的身姿如山峦一样起伏。 媚态横生，美丽的事物总是能让人心旷神怡。只不过床上的猫让蓝湛很不爽。蓝湛起身穿衣，我走了。哼，渣男，吃完就溜。”魏婴玩笑道，想着自己跟了蓝湛以后，脸皮也是越来越厚了。以前在白日里欢好都会羞得说不出话，现在竟然已经习以为常了。这样一想。 魏婴狠狠地瞪了蓝湛一眼，蓝湛莫名其妙停下手中的动作。那我不走了。恭送摄政王，魏婴立马改口。深宫寂寞，被褥冰冷，你要实在离不了我，我晚上再偷偷过来。谁离不开你了？魏婴娇嗔道。蓝湛笑起来，亲了亲魏婴的脸颊，整理好衣物，便出了雍宁宫。走到后宫宫门口时。 正好碰上魏冉，蓝湛立刻拱手和魏冉打招呼：“大舅哥。”蓝湛小声的叫道：“在外面不要叫我大舅哥。”还有，不是和你们说要行事慎重吗？我这进宫三回就见你两回了。魏婴气不打一处来：“魏大人，我要给皇帝授课，进后宫在所难免。授课后去给太后请个安也并无不妥。”魏冉要气死了。 蓝湛有理的让人无法反驳。好在接下来一直到新年，蓝湛与魏婴再没有被人发现，魏冉也算稍微松了口气。新年过后的一日午时，魏婴裹着蓝湛送的火狐大氅，手里握着暖壶，坐在凤辇上从大正殿出来。前几日刚刚下过大雪，积雪融化，路上结了薄薄的一层冰，抬辇的工人走得比平时小心。 也比平时慢。魏婴的脸上并不好看。今日在朝议时，从边疆传来消息，他年前派去交接军务的两个监军失踪了。边疆苦寒凶险，山高路远，恐怕这两个人早就死在边疆某处了。那两个人死便死了，可恨的是，君胜得到消息，竟然过了几个月之久。 边疆一路上的官员全部都在相互勾结，更甚者伪造消息，欺上瞒下。即使朝上已经派了御史去彻查，可到如今两个监军的骨头恐怕都烂完了。这案子要如何查起，也只能是追究一下涉事官员欺上瞒下的责任了。而魏冉竟然没有就此追着边疆的问题打压，也让文官集团都哑了声。只是这样一来， 恐怕朝中再没有敢去边疆接手军务的人了。回到雍宁宫，魏婴一言不发地抬起手臂，让宫人服侍换上了常服，然后坐在了榻上。魏婴想，自己这段时间是不是因为蓝湛太过松懈了，竟然出了这等事还浑然不知？而自己筹划了这么久，这军权还是牢牢地掌握在蓝湛手里。蓝湛一进宫门。 就看到魏婴坐着出神，羡羡想什么呢？蓝湛坐到了榻上，魏婴回头看了蓝湛好一会儿，才说道：“蓝湛，你算计我。”魏婴如此直接，让蓝湛始料未及。你是说那两个监军的事？本来想着这事瞒到年前就好，没想到边疆的人挺会办事，伪造了监军的文书信件，上瞒朝廷，竟然瞒到了年后。 不然呢？边疆可是你的地盘，说和你没关系，谁信啊？是，那两个人是我让人杀的。